看到你，只有你看不到。胖哥，我要带你去波爷中医馆那边治一下你的相思病啊！最新的药，你吃的变波吗？难治的变？爸，王颠颠颠你学？哎爸，你怎么都不叫功夫啊？你腿那么短，怎么踢人呢？一句话，四位兄弟。 男生澡堂在左边啊！我们不是来洗澡的，我们来收租的。我们现在就算平凡，还是可以过得很幸福。